衷心感谢我生来见你带来笑容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叶，我是玉林，我是秋，我是佩慈，我是博成，我是玉君，我是陶君，我们是胖胖猪猪队。阿花阿美他们从小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，我小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哆瑞咪。哎，你昨天有没有看我发哆瑞咪？有啊，我最喜欢里面的哆瑞咪了，我要想要当哆瑞咪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那就当哆瑞咪。我真的知道他们最喜欢看海贼王。你昨天有没有看最新集的海贼王？超好看的哟，想当海贼王。高中的时候，他们最喜欢一起去尿尿。好啊。好 ，OK， 走吧。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毕业了。哦，我会好想你哦。你要想我。但是他们再也没有联络。第二幕，某一天在路上，路上阿美，阿美吗？对，是你。我怎么见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路上遇到阿美跟阿花，决定要去一家餐厅聊聊。哎，你最近过得如何啊？那你还有在学习吗？哦，那一定学得很好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最近啊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。哇！天真不礼貌一些。太过分，变不了德行。哦。第三幕。有一天，小鞠跟阿花走在路上。等你，你要吃什么东西？随便啊。我们吃火锅好不好？这随便好啊。哦，不啊，吃饭呢。哦，你把那个小屋子弄进去。啊，讨厌呐，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这样用。你说，快点干什么？这是阿美突然出现。他是谁？阿美，阿花。我终于明白我的心意了，其实我深深爱你。反正我也受不了这小娘炮。豪君，哎呀，那个宇轩见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到豪君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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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君失意的走在路上。难道我就是一个孤单的北半球？北半球在哪里呢？我一起许多，我愿做你的南半球。南半球吗？命中已注定，让我们看下去。
做我孤单的北半球吗？哦，我愿意。My true love。耶，加乐的。这些内容选好这个歌。你说完这个好吗？没事的。少点点到镜子，重点播好镜子。小军，真的没你，你跟他在一起吗？当然，他才是我天哥。哦，原来你也得到幸福了。真的，他才是最懂我的人。他是最温暖我心的人。啊Hello， 你好吗？衷心感。